你大爷了，我操！二龙，他妈的！是不是没见过人啊？他们、啊，我操！不要作死哈，不要自误啊！我劝你们，知道吧？妈的，我劝你们不要自误啊！对，欢迎 buff 姐姐闪亮登场，欢迎 buff 姐姐。日他大爷的！呸！欢迎咱们所有新进来的每一位家人们。呸！啊！我操！他妈了个巴子！二楼，来看小八五姐姐送来土拨鼠，小八五姐姐欢迎，小黄大哥欢迎，老四，这不能全神贯注的盯着一个地方，不然的话，咱直播间有些时候顾不上，是不是？欢迎所有新进来的每一位家人们，不关营销不敢关。不敢关，关了音效，一会儿听不到声音，我害怕，知道吧？有个白领在看我，哪里有个白领在看我？树顶上你们也跟我盯着点啊！这种地方我操太凶了，家人们，鬼太多了，知道吧？欢迎飞鱼大哥，欢迎王天星小姐。感谢深夜的酒馆，谢深夜的酒馆，感谢我 buff 姐姐。啊！我操！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这些地方上面有一个粉，直接是塌下去了一半，棺材都看不到。哎呦我操，屁都被他们吓出来，我丢，欢迎飞羽大哥闪亮的闪，屁都被吓出来，我操，欢迎青山不改。咱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，咱们没有留板的一起留不板，好吧，没顶关注的一起顶个关注啊。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留板人员啊、哦、我的天哪，家人们，咱们直播间的留板人员此时此刻才有6个人，我操，家人们。才有6个人留板，咱们直播间，我勒个去！欢迎紫光真人，欢迎新进来家人们。6个人留板，真的是太恼火了。欢迎戒指。我操，家人们！大哥，老师，什么能吓到我？礼物能吓到我？他妈的，下来！操！刚刚好像这个坟里面说话，刚刚好像在这个坟里面说话的。欢迎紫光真人，咱们所有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没顶关注的顶关注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感谢 buff 姐姐，感谢深夜的酒馆。我操！他妈的，好像真的是这个分数化，好像真的是这个分数化。欢迎知音，欢迎蛋糕不够大，欢迎新进来的家人们。
他妈的，你们不要吓唬我，我操！以后会害怕吗？恭喜深夜酒馆喜提200倍！妈了个巴子的，我操！这个小垃圾居然吓唬我，啊！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操！我他妈的，我见到鬼的时候，你们还没变成鬼呢，估计操！这有毛病，这些地方我操！咦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嗯，这是啥呀？恭喜我宝宝喜提200倍幸运礼物，恭喜我宝宝！这是感谢宝宝送来的惊喜魔盒，谢谢我宝宝。这是你的工作，这是你对工作的不负责呀！还抽烟，我他妈的，我操！我不仅要抽烟，我还要喝水呀！等一下，二楼，去他妈的，我操！哎，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在刻意引我上去一样呀？我怎么感觉他们好像刻意引我上去要把我带去哪里一样的呀？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知道红色，我看到了。对，各位山上的老爷子，别拱我哈！我二楼，我操！感谢宝贝呀送来的宠物狗，感谢我宝贝送来的惊喜魔盒，欢迎加油小暖男，欢迎猪妹。妈的！我操！这狗日的他妈要干嘛呀？呸！看从这里能不能爬上去？绕开点，除了那些小鬼！他妈的小鬼！我操，家人们，怎么这树上的什么情况？这树上的什么情况？我操！对，冲！欢迎铅笔画。怎么树上的像这种啊？太……欢迎麒麟臂中，妈的，红的往前面跑了！我操，怎么这么多星星啊？这个月亮还是有那啥？二楼，哎呀，他妈的，看一眼月亮下来怎么就死狗似的？你他妈的傻逼，操了这么死狗似的想干嘛？别逼老子啊！操！我他妈的好像我是想往我这边冲来，我操！好像是往我这边冲来的，我操！想多了，路过，他妈的是路过那么简单。我的妈，那个红票应该是吸引我的注意力的吧？我操！走过来一点，欢迎所有美国新进来的家人们，欢迎游客。欢迎淡定，大哥好，大哥好。不，你是大哥，大哥。欢迎小凡。
他妈的一群死垃圾片，我是你大爷的狗东西一群。欢迎下课，欢迎小凡，欢迎彩虹潭。等一下老子腰子给你们嘎了，我操，死狗东西。过去看一下这是不是三兄弟啊，我他妈的。这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像三兄弟哦。小帅爆了，欢迎六哥，这是一家人，家人们。看到没有，这是一家人，是吧？欢迎所有新进来的每一位家人们。欢迎黄瓜炒肉丝。这是一家人，齐刷刷的，我操！这个风水不错，妈呀，这风水是真的不错，就是埋在了这种运气深的地方，估计可能风水虽不错，知道吧，但是干事情被这些小鬼缠得太凶了，我操，这周围他们全是小鬼，我日他给我问了，是不是？感谢拉倒的关注，谢谢关注，欢迎简单，欢迎所有没有新进来的家人们。谢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感谢吃泡面。欢迎曲相思，欢迎归途，我操，咱们撤了吧，妈的，这些地方再往上我不敢上了，要再往上的话就太危险了，知道吧，一点不夸张的，走，我直接坐跑着下去，将来